对你都唱 OST。啊，仙哥，你是怎么？哦，王鹤棣。拯救你是我的使命。大家好，我是敢于挑战各种角色、敢于打破次元壁的王鹤棣。哎，哦，欢迎欢迎，是这个壁，来吧，贺 C。哎呀，我今天唱会不会太吵了？让我打醉一场，殿堂之上被现实两三张。让我穿白衣裳，过疯人巷，去泥潭捞月光。望大人们见谅，提点的话我懂也不想装。世人寻黄金香，我找月亮，何必同往。耶、yeah! 啊如梦 A 今天正在播出，还有他的《以爱为营》正在播出，大家记得看哟。嗯，那第二题要因为呀、啊，我都唱了歌。你全是 OST 吗？我这两首。哦，我宣传一下，这是很简单的。哦，周深选演唱《林安如梦》和《以爱为营》OST， 大家注意一定要就是头尾不能跳过哈。好，那提到开心，那就说这让爱挣扎，唱错词了。让泪挣扎。落下，老师这么不想听我唱，到底是咋回事？本来我们这支队伍呢是有八个人，但是周深同志现在在联合国代表我们团队发言。好牛啊！我们这队伍，我们这队伍出去了，上那儿护卫去了、嗯、啊，很光荣。2021年10月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5次会议就在昆明进行，当时我们的成员周深。也为这次大会献唱了主题曲《和光同春》。好厉害呀！大会你都唱 OST？ 哎呀，主题曲。最初的相遇。
谢谢老师。太棒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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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棒了！我都不敢过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也太好听了！不是那个音乐老师，这个是唱的好的就放整段的，像我们都是伴手是吧？还有一个，我们还是好好回去演戏吧，挺好的，歌坛这碗饭吃不了。有头有尾，我们的都伴手。我觉得这个衣服的颜色哦，他们是一个队的。哇，如果你想换个颜色也是可以的。感谢节目组对一个老同志的照顾。老同志，我这唱歌不行啊。带带你是不是？带带我呀！真的，刚才周深唱的时候，我一动都不敢动，怕打扰，打扰他一点点的瑕疵。不会的，人家的基本功在这儿呢，你打扰不了。我很期待你的人是谁？那我们俩，我们作为帅哥靓女组，不能再加人了啊！你们不是美女也凑吗？我们是不是也得有一个外援吧？虽然我和 baby 我们俩唱啊跳啊接家，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个，也需要一个。你们常驻老师怎么样照顾一下我本季的飞行嘉宾吧？你说什么啊？我很像本季的飞行。我是本季的。我去了很多期。你们俩互换。来，我帮你拿吧，常驻老师。这个是真源的排版稿。好好，我先问。我先问真源老师。你们俩互问啊，就一个。我狠一点。先问申哥，最想和跑奔跑家族的哪一位成员互换身份？为什么呢？最想和张真源老师互换身份，因为很想跟张真源老师学唱一下《出渊》。你别这样，问题串在一块儿了。你别这样，申哥，你好好吓人呀、啊！为什么？你怎么清唱几句？你不能向我学啊！我就是你在紧张，你这样说的我好紧张。叫我唱，来吧，我唱两句。怎么唱的来着？斩来是荆棘，丛生野火燎原。斩去路阻挡我这岁又万万千。OK， 就这两句吧。我很热血，听过吗？我就是，我当然听过啊。听过。你在后台，我怕你在精心准备。对。我教你们先生问哪个问题？不是这个吗？等一下啊，先生。你不是你回答跟他的提供不一样。等一下，不是，你可以先问他这个问题。你来问吧。你可以先问他这个问题。没事，我问吧。好。来，最近申哥给《庆余年》演唱过的《借过一下》非常火，可以给观众朋友清唱两句吗？不可以。我这首歌叫《借过一下》。你是你，我是我。作为飞行嘉宾来唱歌是另外的。完了，申哥。啊，你在拍东西。词儿是什么来着？我也不记得，我可能也想了很久。对，哎呀，我现在唱会不会太吵了？让我当最长殿堂之上，被现实两三张。让我穿白衣裳，过疯人巷，去泥潭捞月光。望大人们见谅，提点的话，我动也不想装。世人寻黄金香，我找月亮，何必同往？耶、yeah! 啊！打扰大家工作了，不好意思了。还要问啥？接着问，来吧，我继续问完吧。你那好好的唱一下《出渊》要不要？没事，我不太好意思。真源常常会在微博上晒自己的狗狗呼安，可以分享一下呼安的一些趣事儿吗？他其实也不是趣事儿，他哦，那我分享一下吧。就是我房间不是在二楼吗？我会一般把它放。你的房间在二楼。就是我住的地方，我一般在二楼，但是我的狗一般放在一楼。然后我助理一般会帮我弄午饭的时候，他会把狗放出来，然后每次出门，然后你就听到蹦蹦蹦咚咚咚咚，他就往上爬，对，然后他就爬到我面前来，然后就跳跳跳，他现在弹跳力已经快跳到我脸上了。哦，就是所以你跳起来撕名牌那招是跟他学的吗？因为我看最近这几期，虽然我不在，但我也在看奔跑吧。刚刚说我撕名牌，撕名牌很厉害，非常厉害。以后我就可多靠您照顾了。你别这样，撕名牌就是一样。但是我们可以互相交流。互相交流，我不是跟你交流，我跟你站一队，我不跟你交流。
直播，这是直播呀，直播直播，我们是直播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不知道我们是直播吗？这是直播呀，这是直播，交给你了。你早说呀，生哥，这说的仿佛像我在陷害你。这是直播，我刚没说什么吧？没说什么，很好。所以你那个四名台那一招我要学一学。好，下一个问题到你问我了，来吧。歌手是深深歌的主页，我自己叫的歌啊的主页。那么深深，我也知道这稿子不会那么礼貌，叫深歌。深深歌有没有吉他也想涉足的领域呢？撕名牌的领域，以及跳起来撕名牌的领域。哎，哦，哎，那我正好来，让你感受一下。你最好给我点面子。反正我不撕，我让你感受一下跳起来撕我的感觉。跳起来撕你的感觉，这句话听起来不是那么友好。不是，我不跳起来我也撕得到你的名牌哦。我是，哎，因为我在电视里看的就是，是就是这个意思。冲，咔一下，咔掉这样，冲。从此以后，我就是张震岳。好。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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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真源在节目上第一次尝试拔火罐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分享一下其他的一些养生小技巧吧。生哥不在，我真的很想让生哥去体验一下。好，谢谢你的回答，拜。等一下，你俩要互拍一下。哦，我要互拍。对，作为郑爽，让张真源画出来。对，画出来。平常有什么其他的养生的小技巧？养生啊，多喝热水，对自己是真的是多喝热水。我天天，人家无常温我也喝，我一天喝个两升水就感觉一天很养生了。就是感觉肠胃都被洗空了。包括在这么热的天气也会喝热水吗？那就喝热水里面会放枸杞，那还是喝常温吧。会放枸杞或者放什么？那除非是熬夜熬得太猛的时候。嗯，年纪轻轻就开始很棒的养生，我向你学习。该按哪个拍照啊？快速来调一下，火车、啊。原来是直播呀，观众朋友们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以为是录播，我有点放肆了。但你刚才没有什么问题。体育社的怎么能给文艺社的拍照呢？因为就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可以拍出来吧，深深哥更帅气的我给你拍一张绝帅照片。我觉得这拍照姿势，我觉得拍照姿势可以，一定要这样拜拜拜拜。我们正好提到了白鹿哈，在昆明站路透，白鹿被周深笑得扶墙，这个引发网友讨论，挺好奇你们俩聊到啥呀？我一点半了。我们就是在一起就是乐呵呵的，天天就感觉随时都是哈哈哈哈。大家看奔跑吧也都熟悉，因为白鹿也就是开开心心的一个女孩子，也希望她永远都可以这么开开心心，没有任何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，就希望永远开心。然后现在她宁安如梦，哎，今天正在播出，还有她的以爱为营正在播出，大家记得看哟。嗯，那既然提到因为呀，我都唱了歌。你全是 OST 吗？我这两首。哦，那生产啥？是人家的。哦，周深演唱《宁安如梦》和《以爱为营》OST， 大家注意，一定要就是头尾不能跳过哈。好，那提到开心，那就说这让爱挣扎，唱错词了。让泪挣扎落下。老师这么不想听我唱？老师咋回事？好，那就这样吧。好，那提到开心，那我们想要让粉丝深深的歌迷也能不能开心一下，就期待二专的进展。哇塞，我跟你说，现在二专正在稳步的进行当中，没有以前的那种就是进度调到90%，突然啊掉到了10%又重新开始，没有，现在在稳步进行当中，然后质量第一，我还是一直以这样的一个想法去做，做一张首先自己满意的专辑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的一张专辑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就到时候也是期待深深的专辑，今晚可以先听 OST《宁安如梦》和对《杨伟》。这是宁安如梦的，刚才的那个以爱为营的被打断了，大家去 APP 听一下吧。再来一遍，我不要。你画的怎么样？好好听啊！你声音都没有听，声音啊，当然有听。哇，你看他画
的云栩栩如生。再想一想你画的云，你怎么回事？不要拉一踩一捧一踩。你只是挥挥手，想丢掉废纸，说人生遇见的事。别往那个调上去了，低一点吧。这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，怎么那么像二人转？你我来自湖北、四川、广西、宁夏、河南、山东、贵州、云南的乡镇乡村。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，却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某天夜班突然醒来，像被命运叫醒了。这是你不能就要问一下，让我曾经是结尾也太考验我们的音乐能力了吧！垮掉了，垮掉了！200个人看我们，400个人看我们，垮掉！那是有点太不熟了。你上来就，有些时候你就高八度了，你就高八度。有些时候，对呀、啊，必经的事咋唱？说是人生必经的事，也可以。你卡在应该是什么？这样说是人生必经的事，但你这样也可以。你只是挥一挥手，想扔掉废纸，说是人生必经的事。对，但你刚那样卡进去也可以的。哎，第一个你再帮我带一下，我还是不行。可天真离开时，你却没有说一个字。这怎么唱？这怎么唱？哪个？这个吗？唱。当我和世界初相见，当我曾经是少年。我又不会了，必经的事咋唱？由周深带领205位一起演唱《你曾是少年》啊。江河万里生，这句话怎么唱？深深，这下一句应该怎么唱啊？这个深深，我又不会了，再帮我带一下，我还是不行。我要是西林跟周深，我就是玩着玩着，在别人耳朵里喊一个高八度，把人震聋。这话我就不问周深了，因为确实没有。不，有周深老师够不着的歌吗？没有你够不到的歌吧？我都够不到，我只能说周深不可能。我只能说周深没有音域。哇。他在他的世界里面不存在音域这个东西，就是啥都没有。你们为什么要够不到？为什么要拉回我？为什么放这个歌？哎，陶醉了。哎呦，深深整活了开始。我们要听 live。牛啊！哇，好高啊！
还是没忍住，还是给他们凑了素材了。但凡咬牙忍两分钟，他就白放了这歌。勾引我的歌音。对，你刚才这两个勾音好了，可以停了。素材够了，来下一首大鱼。大家好，我是男高音歌唱家周深。一般我都不唱歌，我也不会就是像郑恺先生一样带出这样的徒弟，不像郑恺先生一样唱整部歌剧，我都是大家唱完了然后我去结个尾，我都只会唱一首歌 Time to say goodbye、啊、好的，对，我也是刚刚唱完过来的。嗯，也要唱两句吗？表演一下吧，给大家。好、Time to say goodbye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你推我一下吧。我推你，我推你，我推你，来，来，一二三。啊，不是。啊！我干嘛了？我这。你算了，算了，算了。OK， 我一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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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推我，推我，我忍住。一二三。真硬啊！真硬啊！啊啊！好久啊，对呀、啊、哦，这么快，这都没穿好。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，当河水不再流，当时间停住，日夜不分，当天地万物化为虚空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。他们俩在唱的太好听了吧？不能和你分手，用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。是没有扣的。当春夏秋冬日来变换，全部丢散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，不能和你分散。终身相守，最大的眷恋。哎，让我们红尘作伴。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青春像歌，唱出心中喜悦。轰轰烈烈，把我青春年华。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。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醉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。轰轰烈烈，把我青春年华。蓝队挑战，至少还有你，请准备。哦，帅的帅的帅！哎，你快过了，别老追。
形影不离。齐齐，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，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，而你带着你就是生命的奇迹。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，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，你让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。这次还帅的哈，你们穿得很合身是吗？我在那一直吊裆。我帮你骑着点。有些时候越怀念从前日子，可天真离开时却没有说一个字，你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废纸，说是人生必经的事，就喝到七分只有感觉怅然若失。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，或许再过上几年也有张虚伪的脸，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到的世上，这问题来不及想。每一天一点总是匆匆忙忙。你我来自湖北、四川、广西、宁夏、河南、山东、贵州、云南的小镇长村，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，却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某天夜晚忽然醒来，站在寂寞的阳台。许多年前，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，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，想看遍这世界，去最遥远的远方，感觉有双翅膀，能飞越高山和海洋。许多年前，你曾是个有一套房子之后才能去爱别人吗？总是以为沉默之后就能抚平伤痕，以我变卖这错过的人，当青春耗尽只剩面目可分。你我来自湖北、四川、广西、宁夏、河南、山东、贵州、云南的小镇乡村，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，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某天夜晚突然醒来，想被命运叫醒了。他说你不能就这样过完余生。许多年前，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，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。
脸都是少年。谢谢。不美浪漫不美人给我一拿得不开的灯，没人把我没人用我未来得不开的灯，发音不标准，见谅啊！但我真的很喜欢听，好听，好听，好听懂。对，棉灯开，来，看过来看。你们是不在意伴奏的是吗？你们是不在意伴奏的是吗？听伴奏，要听伴奏，听伴奏。完全不在意节奏。没人在意伴奏吗？我接上了，至少这个时候就不耳朵不要听伴奏。艺术家容不得一丝的瑕疵。但我是对上了，没有，我也没有对上，我这个团长不干了，我。来来来来来，再来再来，再来一下。对，面灯，你开，看过来。看过来，看过来，这里的，哎，这里的，哎呀，哎呀，找到黑洞了！我们的藤少年剧组，怎么回事？小公子指挥那个正拍，那这应该什么拍啊？应该都听快一点，立的立的啊，这里啊，那你接快点啊！你这我怎么接？你没按着调来。然后刚刚沙哥的节奏也错了啊，你也错了，太早了，对，早了吗？哒哒哒哒哒哒，嗯，对，听到没？哒哒哒哒哒哒，嗯，那来吧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嗯，对，年真，日拍，什么错？不是他这个嗯给人呛了一下，你怕你这嗯的有点嗯多了，你们换你们起好头，嗯多了，看见这是一个什么团了吗？来来来来来，再来再来再来一下，可以可以吗？哒哒啦哒哒哒，嗯，对，真对，看过来，看过来。我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，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。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，哎，唱对了吧？对了对了，太厉害了。我们是用了一个音乐的技巧，叫什么 ？Lay back， l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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y back， 故意让他的情绪更足了一点。对。好，我们先来给左儿播放音乐。黑队听第一题，请问花店里面有什么？开始作答。花店里面有花，花瓶，服务员，取款机，不，那个刷卡机，剪子，包装纸，电脑，那个丝带，顾客，还有是那个营养液，来那个写卡，那叫什么明信片？手机，人，啊，这有了，说过了，那个喷壶，还有啥？过，还没过啊！你没事，咱一块儿的，
咱是个 team。叶子。钱钱。笔。二维码，扫码的二维码。花盆花盆。啊，那个泥，那叫什么泥？这绿色的那个花泥花泥。水说了吗？水。我。快再来几个，再来几个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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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不惯落叶。窗帘窗帘窗帘窗户门。三名队员已经给出答案范围，接下来是队长的作答时间。你们说的是什么？就是你想到什么都可以说。OK， 好，请左儿听题，请问花店里面有什么？花店里面有什么？花。Yeah。再想想，花店。花店里面有。店员。你等会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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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稍等，他是不是已经赢了？我们出三个，不是，答的越多分越高，最多可以答错两次。够了，够了，有一个就够了。现在已经三分，请继续。水。四分。再想想。花店里面有灯灯。啊。灯要受惩罚吗？是啊。躺平了，好松啊，好可怕、啊、我申请把我们队拆了吧，拆了拆了拆了，不要了不要了，我觉得我也可以拆了，什么花，快做做鲜花饼吧，快点，太疼了太疼了、啊，五脚趾，这个太痛了。本来只是脚底，现在连脚背都痛了。任督二脉已经打通了，我告诉你。别打了，别再打了。你别打了，我们四分够了。队长，队长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是我。你们的答案都没了吗？我们就剩了四个。请继续。顾客。有。哎呀，我的耳膜都要破了，彭和弟。剪刀。泥土。有有花泥。有有。那那那那。OK。钱，花店吗？正确。还有贼贼。你要不要往好的方向想一想？有贼的话，我觉得还有警察。警察，他下去扎的都是同一个位置，你知道吗？都定格了，上脑了，上脑了，好痛！
接下来请红队出战。好紧张。没事，反正踩都是一起踩的。啊！爆！哦！哦，真的很痛啊，站在上面都痛。请问，出去旅行，女生会在行李箱中放什么？衣服、袜子、牙刷、鞋子。牙刷牙。Toothbrush 牙膏，他说牙膏，口红，身份证，腰带，眉笔，眼线笔，帽子，睫毛膏，钥匙，钱包，洗面奶，那个面霜，笔记本电脑，粉底液，是电池，耳机，你看笑柄，手机，指压板，五，护照，四，漱口水，三，二，伞，遮阳伞，防晒霜，三了，时间到，完了，我觉得我们比他们难好多，你们比我们简单。天哪！请 baby 听题，请问出去旅行，女生会在行李箱中放什么？那可太多了。这个很简单呢。女孩行李箱里还会有什么？衣服、鞋、洗面奶、牙刷。再想想化妆的，再想想化妆的，卸妆膏，没有，这带了化妆，你咋不带卸妆的呀？都忘带了。等一下。请继续。阿姆斯。腮红。腮红没有。居然没有腮红。脸上那么多笑话呢。没想到痛苦来得这么快。你看又躺平一个，躺平了。最后一下好痛啊。再来请绿队出战。加油。试一试就知道了。加油，减轻一点重量。好，绿队请听题，请问冰箱里面有什么？计时开始。可乐、鸡蛋、酸奶、安慕希、雪碧、青菜、水果。水果说水果呀、苹果、生梨、生梨，这也太难达到了吧？橘子、西瓜、樱桃、哈密瓜，随便说。肉、大白菜、冬瓜、牛肉、黄瓜，酒，啤酒、红酒，威士忌，气泡酒，冰激凌，冰淇淋，冰棍，雪糕，巧克力，面包，有格子，那个隔板，冷空气，速冻水饺。鸡蛋说了啊，面条，老干妈，四，酸菜，咸菜，三，二，一，我跟你讲，我全程看着你们，我根本看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王鹤棣你在干嘛？热个身。请听题，请问。冰箱里面有什么？
冰箱里面有什么？鸡蛋。正确。哇，好巧啊！正确。汽水。啊。可乐。没有汽水。可乐是汽水啊，大类嘛，汽水大类，可乐。可乐。可乐有了呢，那个。正确。这个编程你比划我猜的结果啊，这有点过了啊。Whisky。正确。还说啥了？我都忘了。啥呀 ？OK。苹果。正确。OK。正确。葡萄。葡萄没有。葡萄吗？咱家男孩子平时不爱吃葡萄。第一时间离开是对的，我觉得真的，第一时间要离开，不要一直贪恋在这个上面。来，请白鹿继续作答，请问冰箱里面有什么？碗。碗。碗。剩菜吗？我的天哪！感觉上一次压制压板还是在上一次。鉴于大家的表现非常好，第二轮我们把难度降低，每一队只有一次答错的机会。哦，就是只疼一下，对吧？好，那依然从我们的黑队开始。好，请问除了鲜花，男生在过节时可以送女生什么礼物？计时开始。衣服、戒指、裙子、鞋、钻石、红包、口罩，还有送口罩的，手套、手表、手机、电脑、吹风机、洗衣机、电风扇、冰箱，还有包，书包。谁会喜欢送书包啊？车，这全都已经超出我的经济范畴了。游泳衣、电影票，然后还有狗、猫、羊、猪、鸡、牛、鱼，能买的所有宠物。马，脖子，
还有小兔子，玩具，小沙，手办，然后那个你自行车，自行车，我上面说过好多，啊，左儿第一题，除了鲜花，男生在过节时还可以送女生什么礼物？除了鲜花，听懂了？只有一次答错的机会啊！包包，正确。没了吗？裙子，正确。手机，正确。口红，正确。手表，正确。哇，好厉害啊！外套，衣服，这是衣服，衣服，这是衣服，正确。泳衣，哇，好像这都猜出来了。你就无法超越了，我觉得太牛了。你有想不想养一条狗？提示了，不算。你们都你比划，我猜了都。那不是从绿队开始的吗？啊，把啤酒的旋儿都演出来了。那个声音我都听见了。还好意思？好，我们公平啊，我们公平啊。好好好，来继续。洋娃娃。有玩具，我说了娃娃，那个娃娃玩具，玩具，玩具能跟洋娃娃一样吗？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啊！有有啊！哎呦我天！终于把这一次整完了。